本期要解一个日入2000以上的一个项目，2024年抖音番茄小说无人直播项目，简单粗暴，小白轻松驾驭的项目啊。所谓无人直播，就是无需真人出镜啊，利用这个无人直播来播放当前的热门小说，吸引用户关注停留，并引导他们下载直播间的这个番茄 APP 啊。APP 落地页提示听书还有红包，一部分下载是为了领红包，转化还是比较可以的，一个下载就能赚10块钱左右啊。抖音后台直接提现。课程是优势是无成本啊，不出镜不口播，花费时间很少。熟练之后可以招学员啊，二次收益。项目属于刚需，长期可以长久运作，门槛低，上手快，关机睡觉就可以操作。课程包括项目介绍、前期准备、项目实操、变现方式都有详细的讲解，四节视频课讲得非常清楚，还有项目需要的资料全部都有 ，OBS 啊，开播的指示图，还有这个直播伴侣啊，项目收益全部都有啊。如果想要百条教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关键词，比如说这一个番茄小说无人直播，就可以直接下载百条教程了。